Yeah.
念佛念法念三舍利弗，如来是妙。
世世在报所生，所以这阿弥陀国土无上何道舍利佛，即佛国土三故何道之名，何光有世世诸众量，皆是阿弥陀佛于灵法应现六变化所作舍利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出即宝罗王，诸位妙音毗卢拜见众月，同时具作文世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持心舍利佛，西方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舍利佛，一路一音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舍利佛，彼佛光明无量照世王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又舍利佛，彼佛寿命极具恩命，无量无边法身其劫，故名阿弥陀舍利佛。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历尽世界有舍利佛，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持，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顺子皆是阿弥陀子，其中多有一生不殊，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持持，但可以无量无边好生其所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这何得一如是诸上善人即为一处舍利佛，不可以少生各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论闻说阿弥陀佛，知是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灵命总是阿弥陀佛，一诸生中现在其间世人总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佛。我见是离不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所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佛，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已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卷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守护念经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藏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经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眼见佛，垂身引佛燃起佛，日生佛望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经舍利佛，下方世界有四十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化藏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光藏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
言胜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切国诸光照色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护念金色礼佛一路一定和合故名为一切诸佛说护念金色礼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色十足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说护念皆得不退在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舍离佛如等皆当心受我意即诸佛所说舍离佛若有人以法缘亲法缘当法缘于生阿弥陀佛果则十足人等皆得不退在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彼国土若一生多今生多当生是不舍离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身辟国土舍离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何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神难稀有此事能以说佛国土无作恶世界作尽作烦恼作众生作民作众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舍利佛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者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示难行之法是为善男佛所示经义舍利佛其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说说欢喜心说着力而去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yeah
Amen.
莲池Yeah.